一个偶然的机会。什么来的？展开了一场大冒险。为了找回手环的主人，他们去到南极。犀利啊！在那里发现了是亚特兰蒂斯的遗迹，真是世纪大发现来的，冰封住整个城镇，沉睡在寒冰之中，神秘的古代都市。你是谁啊？快点跟我走，冰之使者来了。雪球地球绝对不可以令他苏醒，我不会放手的。大河一直以来都是哆啦 A 梦帮我和救我，所以今次有事到我去救哆啦 A 梦。